哦，深深，不是，哎呦，竟然办在北流，哎，天啊，不愧是亲柯文哲的台北市议员主办的。 我私心希望走中年度男创作者一定要颁给九妹，因为今年没有人比你身材更走中了。不过最可惜的，竟然是有一个作品今年没有入围最佳影片，各位都知道吧？这位创作者不会疫情，只身出国前往异地找人的影片，阿迪上到美国找弟妹，我看着好感动。 这才是对台湾社会真正有意义的影片。爸爸需要柬埔寨是救台胞，阿迪去美国是救点阅率。哎，说到点阅，不如现场我就公器私用一下来拍一支影片。哎，各位观众不要骂我浪费时间，你们以为他们是来认真观礼互相祝福的吗？没有，大家都是来混一支片的吧？ 信不信下周开始打开 YouTube 首页，至少会有50支超无聊的走中奖 Vlog。 来，3、2、1，走中奖，耶！我们是一有镜头就变成超妈级的 YouTuber，耶嘿！我们好熟，耶嘿！我等下真的会发哦。而今年 YT 圈有离婚先生，也有离婚太太，哦，是理科太太。 我道歉好不好？这个笑话很 cheap， 但再怎么 cheap 都没有北市交通局找 YouTuber 业配的预算还 cheap 吧？但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嘛，凡事越贵，当然就选越好的。除非你是要帮双胞胎剪头发，那就另当别论。哎，九妹，就是要对决，什么时候才要找孙生他女友 Wendy 来上啊？ 到底是在公园抓屁股渣男吸引人，还是在夜店乱抱人，令人向往？欢迎收看今天的就是要劈腿。哦，深深，不是，我的嘴唇是不是间接百人斩了？<笑>你还差得远，你只有斩一个而已。龙龙，简称斩龙。各位观众，感谢深深没有打我，谢谢。